个以色列人家已经来咧用着，啊，有一个讲得对，记者呢，一个有钱的人来咧用着，有钱的人来咧用着，有钱的人来咧用着，伊就一个记者，咱知影讲，我变哪去做点这件代志？你个敌人真正意思，你知影在做啥？比如说，我知影别人在做啥，比如说，我知影你坐天文地理，我啥物拢捌透透咧，都晓咧。比如说，你先知影你家己在做啥，你若家己唔知影你做啥，咱变做东西。啊，你家己知影你在做啥了，迄个敌人你也知影变哪去，一年一年越辛苦啊。我就清楚，啊，清楚我就知影变哪去。所以，是骗人的嘛，你来讲啊，很。你的喝了，然后这老张的这张喝，他都是一个一个不思量啊！啊，你要靠恭敬你的那个恭，恭敬你的别就是真，恭敬你都是真。啊，恭敬你的功德力哦，应该是够。你应该管的哪里讲话清，你应该别哪里讲话清，因为你应该管高压哪里讲话清，你听不？你应该这管来恭敬的，对你来讲，浪费时间。你是大善人，啊用孝心帮助你。对一个大善人来讲，你浪费的时间；对一个孝心人，你若讲大善话，伊听无。所以叫做因材施教。看你今日到底在哩讲到底，啊，干脆是今日出关，干脆是种地主来哩今日出关。空气唔够再难过。你看这样管的今日，干脆你难忘记。为什么干脆要？干脆是今日出定位出关的啦。啊，地位就管的啦，你先别动你，啊，你的这人做好就好啦，还得动你啊？偏偏你的动你，所以空虚，所以干部做的动你，表示讲干部是一个爱财爱面的人咧，要三个成果，那个得力初水平的，你别爱财讲到一个描述啊，你的描述不对，特别爱诈骗，你爱财爱一个初力，讲这人做好就好咧，好事就好咧，空虚，我爱一个干部做。爱这个大板门，啊，爱这个大板门的用，造灾，一些干部就是在做，到底要坚持吗？我们公司老早讲的意思，我才理解，所以你们现在来用，你找这个应该的东西给你安尼，安尼大概对答，你讲，主管肯定有给你，上面这个点肯定有给你，不奇怪嘞。空气是听的，是有这个听的，哦，听有清楚。那你那问题说的用这个来回答，有当时听的讲，空气你不可能知影吼，你那个答案你那无啥哦，你要咧不对题哦，来答案来想，你该别答案，因为空气你那知影意思，你该答案来答案。那哪不知意思？你给那不知个空气你是信的，然后控不住，控制来空气不会。你一定来讲，公务主任有不对的。人家在你问你，你帅有那个老头，那个人在讲空气，哪一个球到你身边？决定好，决定等于判断主意。你咧讲判断主意，人家来讲你的意思，做到。第二点，你的重点不对，叫做对，上边对。你看他咧判对谁啊？那个对他做那个，那其中就是。看咱咧看咧，敢是啊？当然咧嘛是对啦，咱袂当讲迄是对，迄嘛是对。但是迄种对，还佫无到对答，无到真实啦。哦，迄个无到真实，安尼讲无到真实啦。迄种是表面对，分不到真实。真正诶对是正，对正，伊诶重点是正。啊，啥物叫做正？正是正，甲对话方叫做正。啊，讲啥物叫做对话方？那讲重症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就是重症。后边你要重症，你症状对我好内底要有重，你内底要有重。你无重的，你无可能症状对我。你个无啊，到底有症状对我？哪来东西？你无重症在内底，你安那症状内底对我？啊，病对我好就无效的。所以讲，心里在问病的时候，你用讲确定红的，你回讲我调整你自己啦。你有下列无？你有下中症无？你有下中毒无？你咧，你咧讲起咧，你无你也讲起外口，你无也无你也讲起表面，你讲起讲起咧，你咧言就是
节的这个六节，六节的都多好，啊，都多好，就卖讲嘛，咱们也都多好，你也都多好，咱们也都多好，你一年也都多好，一年也都多好，你这几年都多好，上面两个框框，你也是什么框框？都多好是变主席，啊，所以咱的主席搞变新的哦，你那怎弄？你主席啊，足公平吼，足存在足坏吼，你家己足清楚，我讲你做啥拢拄啊，喜怒哀乐拢拄啊好。所以讲啊，迄、那个用讲的讲，喜怒哀乐之余吼，有时中看其他中些有时，你喜怒哀乐你放在中些，你讲，啊，啥物啊中些你来了？我安尼譬如讲，譬如讲，咱咧讲，快讲，我好，是不是安尼？梦想要梦想吧，我阿是到了上面发展，你也不行的吧？外公你也不行的吧？哦，都话好，是啊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上面哪边发展啊？你也不行的发展啊？所以都话好，你家己知，哦，家里都话好好吧？但是咱南方是中国，你还可以吃到饱的力量在家。我开始真苦啊，但是人已经甲你讲啊，你也不是甲你讲啊，哎，食到这多了，但是你坚强方面甲家己讲哦，哎，我若食到这多啊，我讲我变了济啊，我开始真苦，我食安尼两三年，我变做变成这样，所以人家伊人推伊人家已经超过啊，超食到尾啊，安那你敢知？哦，人家发大哥，我一定大大个声，人家已经甲你讲多好了，你都变成。到尾也到来遐咧开，开始开到了艰苦啊，对不对？开到恁爱啦，爱是咱人甘愿啦。我开始真苦个，我为虾米要来食恁店啊？我唔知为虾米搭皮都等来，你话无晒你敢知？啊，吃到饱皮当包顿咧，你老爸去吃到饱个，真正食饭饭，里面有你包无？到后尾包，大家讲要吃到饱，我只能包啊包。无咧，吃到饱是一定要吃好，你袂当难包。啊，来到包顿，我一个就蛮好，我蛮刚好。我话你包是好贵哦，我到个菜市上买，我跟你话你包顿，啊，你包顿你就等于坑你爹包刀，啊，坑你爹包刀你就只能包电话的，你是做广告的，你就是中奖，中奖你就赢晒。所以咱人要信哦，你若对面你就中奖，你不信啊，别信哦，你做啥拢袂中。就放心，你咧当，我阿刚刚做咧问面哦，放心，你看伊安那一点，你安那答应，你咧见就是对了。亲近哦，我见到见到好心疼啊！他谈都刚把他谈到不行，那种表面的呢，表面的都有这种笑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去看看后背了，天哪！你去哪？你去哪？放到背后各处的，哇，大事啊！那有一天你来到回光返照，你打家里的电话哦，你天哪的不会，那是不天哪不会啊？天下归你是，天下刚才人都来归我，你是我有缘嘛？你想到我，恭喜你是幸运，那我讲你天下刚才人都归你，我阿达多阿公来做，老爹去干嘛？卖公归你，哦，归你归空不能杀我，归你归空归啊，哇，刚好归你归你，我归你啊，阿当年我是咱有得钱，他是人来对人听听。嗯，那你是高啊，啊大部分人拢会来，对，为咱他们这边，但是不足。但是公司里头，你讲天哪，规定是十几个哦，啊偏偏天哪，不是，对啊，规定有意义，真正规定是你家的，你去到对拢无人记得天哪，你伫台湾啊，你伫美国啊，你伫对拢无人，你伫天津啊，你伫台湾啊。我听到地府哪一面？听到地府南寺面，地藏菩萨在到地府，就是地藏菩萨。但是咱讲可能讲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听到地府就往边归去，无可能嘛。地藏，哦，那迄个地藏菩萨在听到地府面是怎啊？听到地藏菩萨，咱南寺面听到地藏面啊，天哪，拢面。所以讲，人讲规日用意哦，规日咧辛苦哦，咧辛苦哪辛苦？听到地藏辛苦，我咧辛苦哪面？到底拢是这样，你不然你讲你话，等你
外口你绝对可以。而你你看你外口绝对可以，而你你来你来了，你就是来我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咱今仔时讲，你真真理真理你你有对的，你你若无你你家己出来拢不是真正的你，是是非非。那你是这样搞的吗？我刚才是刚刚到这洗澡，刚刚又到酒店。Thank you.